那今天看了这个，等于有两个主题了。第一个刚刚勤法是要讲《金刚经》。其实讲道果的连一个都没有，因为道果很难讲。讲《金刚经》的人，很多法师都讲，非常多的法师都讲。非常多，但是我认为《金刚经》的要义比道果还要难讲。很多人讲《金刚经》，全部都是幼稚园。我不能讲，全部都是 kindergarten baby。其实《金刚经》呢，至金至刚，是非常伟大的一部经典。很少人能够切中要义。所以呢，我才要开始讲《金刚经》。